高级中学附设国小部张世昌教师，荣获教育部颁发全国杰出导师奖，全因张世昌老师因才施教。那每个孩子其实都有他的亮点，那我们当导师的部分就是尽量去激发每个孩子的潜质，那带领孩子懂得去利他。他教过的学生，他是持续的关心关怀，孩子们都常常会回去找他，他都非常的有耐心的去指导学生。好，我先确定一个。教学认证外，张世昌老师经常带领学生响应国际赈灾，品格教育更是他所重视的。他从五年级开始就告诉我们要孝顺父母，他还告诉我们，如果成绩再好，然后没有态度不好的话，是无法在这个社会生存的。我们国小的时候，如果数学有不会的话，礼拜六可以去学校给他加强，老师就会特别在那边等我们，然后教我们数学，尤其是假日。任教多年，张世昌老师秉持教学热忱，鼓励学生从学习中开拓国际观，从利他中找到知识本质。大爱新闻台南综合报道。